于西，我们这还得去什么阳穗窟帮谛听的忙。你觉得谛听真会有九如塔的消息？谁知道呢？咱们眼下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不过想来谛听不会骗我，毕竟也算是同族。又是这傀儡，看来你们已经见过这东西了，那我们也别等他们反应了，一并解决了吧。应该就是此处了，里面好像有什么声音。小石头，我在找一秘卷，应该就在你们身上。信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能吃吗？哎，小石头啊，你再想想呢，一卷老羊皮，上面是侍卫族的记载，应该在前几天被你们拖回去的尸体身上。你要么转头看一眼。不要污蔑我们，我们从不像人类那般转动头颅，那是苟且偷生、软弱的逃跑者才会有的行为。我们是守护城池密道忠诚的守卫，我们负责堵路，只会一往无前。好吧，你是个勇士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也不用转头，你就往左边再移一步，你看怎么样？是你？啊，原来谛听找的帮手是你们，可真是有缘呐！那会儿分别，我还想着何时会再见呢。这，你确定要在这聊天？就是，太不把我们放在心上了。哎，还中途搬救兵，这行为太不道义了，在我们大草原上是要被人唾弃的。你能不能别又关注歪了？你要找的秘卷在这堆石头背后，快去拿呀，别和他们吵架了。其他事情交给我们吧。原来奶奶说的是真的，石头有天也会踢到石头。罢了，羊皮卷你们拿走吧。我的信仰啊，我难道不是忠诚的守卫吗？为何我会惧怕死亡？天轨地举，世之常矣。然愁夕登天者，以梦入石轨，窃盗。规矩乱，世生无常，无常者亦客也。歧途在夕，所谓梦种，众梦也。其系至于实系，原出万物生灵之虚梦，始于直，根于意。于虚处逢实，以有心换无心。其异客之所取，所求必有失也。梦种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族记载，传说这秘卷出自白鹿之手。白鹿？哦，这倒说得通。蠢狼，你看这羊皮卷的背面的图，上面不断出现的地图呢，其实梦种所在之处。梦种就是白鹿的东西。你找白鹿呢，就前头去。哎，等等，姑娘别走啊，这话可不对。说起来，我给谛听的委托可还未结束，不是吗？我苍狼签下的字据中，可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是助苍狼找到白鹿。
这哪能有这说法？你们侍卫族人的头头历代号称苍狼，这不就没完没了了？当初是当姑娘的面签的气，你同意了的。那不是喝多了吗？真是烦死了。罢了罢了，反正有人帮忙，这不是还有人等着要九如塔的消息吗？咱们一道走一趟吧。好大的虫茧，哎，若是依依在这儿，定是会嚷嚷着想炸着吃了吧。这是什么？怎么好像这东西把药给吸收了？于心，小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这是到了何处？好像有人在说话。除职位，西风北归，天地始肃，六曜伏灭，诸事不宜。凶兆啊，凶兆！程颖，今日你这茧怕是难化蝶喽。小灯笼，有时候我可真恨不得撕了你这张乌鸦嘴。你就不能说几句吉祥话了？莹，茧内吸入了一枚炼不了的魂，这与一贯好的不灵坏的灵一语成谶。是吗？我看看。是你呀，难怪了，天生地养的大妖，难怪我的茧炼化不了你。你我怎么没法发出声音了？喂，要么咱还是算了，让简把这大妖的魂放出去吧，又炼化不了，这么着困在里头干啥？外头他同伴发现不妥，岂不平白生出事端？你觉得让简把他吐出去，闯进客栈的人就会离开？要我去会会他们？我想静观其变。哦，是简在控制他。什么情况？没错，这茧正试图驱使妖物保护自己。这些妖本是他的食物，现在却被他操纵用以自保。没错，他本体必定虚弱，快趁现在动手。小心别冲动，小心别在他周围动手。他此前吞噬了一只妖，若是这些妖在这些范围中被击杀，怕不是给这茧提供养料。我可救你！别碰那些蝴蝶，它会让触碰到的人沉睡。庄周梦蝶，聪明，不过。你们今日实在坏了我事儿，看看这些小宝贝儿都不听我的话了呢。不过也怪我疏忽了，忙着查看这茧内情况，倒忘了你们。你们这是得了谛听消息来的？你是？哟，看样子你们瞧见我身形了。也是了，差点忘了，原是到了昼夜交替时分，这时候果然讨厌，不用灯笼你们也能瞧见我了。颖儿走了，简英大妖之魂已失控，操纵不了的，要来也无用。别跑，你们到底是？嘘，小声些，简历可还有东西在沉睡呢。
如果我是你，就趁他睡着快跑，免得面对这提炼完了的渣子。你们，就是你们，为何塑造我，却又想我妖语减重？卑劣至极，卑劣之徒！我要杀了你们，杀了你们！哼，狂妄！那两人是谁？两个互相折磨的可怜人罢了，一个只想死去，却被强行留在世间；一个倾尽所有，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。什么可怜不可怜的，就是两个偷了梦种的贼，还以为白鹿会在这儿呢。算了，老子还是去追他们吧，说不定还能找到白鹿。武老板可还记得我们的交易？九如塔的人究竟在何处？你们走的那天，镜之镇不是有一处镇损毁了吗？九如塔的人就在那镇原本能连接到的地方，那是个未知之处，我可隐约感知到，但那处究竟是什么地方，我也不得而知。看样子我们要去那未知之处看看了。